是他是一个小孩子，他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觉得是整个制度都要检查啦，也不会是只是一个社工要去担这么多的责任，而且责任不会只有一个人来担。我觉得是，整个制度啊，然后大环境啊等等，我觉得都要去把它厘清吧。有没有私下来邀约？私下没有，就没有诚意哦。哇，又标题又标题，开玩笑，我超惶恐的。陶晶谈虐童案跟业责任不是一人担，辣贝贝全面收摊，惨赔200万收场。我很相信日久见人心，路遥知马力。最少，哇！投资银麻辣烫副业损失好多。日前他和股东意见不合，双方撕破脸互告，实体店铺和网络门市皆被判停售。13号他出席6月29号举办的风头秀售票记者会，分享背后辛酸。阴影哦，是还好，我这个人就是在阴影下长大的，就是去解决它就好。其实很谢谢业界的信任，因为有同业已经来找我加入他们的团队。谢谢你们的肯定，但是可以让我稍微喘息一下吗？我可以休息一下吗？我觉得很累啦。别人在找我开会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哦，原来桃子你真的去深入到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他们也很压抑。所以本来可能只是想找我代言，后来就说跟你合开公司。我说啊，敏感关键词，我说。让我休息一下好了。北市1岁男童遭儿福联盟转介的保姆姐妹虐杀，引起全民公愤。而陶晶莹8年前曾担任过儿盟的大使。哦，我很生气，非常，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，他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觉得是整个制度都要检查啦，也不会是只是一个社工要去担这么多的责任。我觉得是先找出。漏洞在哪里？我觉得先把这个，就是先至少亡羊补牢嘛。这个体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那也不能因此就打击了社工的士气啦。而且责任不会只有一个人来担，我觉得是，整个制度啊，然后大环境啊等等，我觉得都要去把它厘清吧。等我办公室，今天出来中广要开一个网，他如果邀请你。我觉得是看，就是大家很明白，只是现在就是流量嘛。哎，我们算是大家眼中的老艺人，但是还有流量的价值，就第一刻至少还是觉得开心的。就是有没有私下来邀约他？私下没有，就没有诚意哦。哇，又标题又标题，开玩笑。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喊了以后自己又没时间，就很没诚意。我现在主要是我没时间，下次回来又要一个多月以后了。我觉得是开玩笑。